谁在啊？归宿在啊？归宿在吗？他再也不敢出来，他出来我他妈把腚眼子给他干翻了。小子，是不是活着？你看，我要不这么说的话，他能出来吗？是吧？哎，哦，你只是为了让我出来，你干嘛呢？啊，没干嘛。干嘛呢？无聊。听歌？听什么歌啊？什么都不可能，他妈肯定是开了个小号。等会儿你别开内放，你开内放一会儿，那边2183到你麦序了，传出来了。无聊啊你，我小窝挂机听歌呢。哎，那天你家管理找我录东西来着，我忘记了，然后就没有我了。哦，那个生日祝福啊。嗯。哎，我知道你不想录，所以我也没听到你的。哎呀，你就悄悄的说出来嘛。什么他妈悄悄的说出来，有多远滚多远，别跟我说话。他妈的，四人都知道我不想录。因为我们俩不和。嗯，这个我知道。你好贱啊，所以你不要说出来嘛，你一说出来没什么意思，就好像你说我问一加一等于几，人家都知道，就你答个二，是吧？我一般都是就是那种，哎，我跟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就我今天我在我家里，在电梯上我碰见一个老头，可能是带着他孙女还是谁，然后就问他，啊，一加一等于几？等于二啊。那一加二呢？等于三。那二加一呢？等于四。妈的，我当时差点没笑抽了。嗯，聪明，证明这孩子还是挺聪明的。然后他爷爷就一直在那给他解释，那你是二，我是一，那我们加起来是多少？三。那我是二，你是一，那加起来是多少？三。我就一直在看他俩谁二。你好无聊啊，你调戏老爷爷。你说你。没有，我一直都没说话，站电梯里，他们跟在那说，他们在七楼，然后在七楼就下了。嗯，从等电梯的时候就开始了，一加一等于几？二。为什么我们家姑娘找你录东西，你为什么不录啊？我那天在长沙，那天的在开会，后来回来就忘记了，开两天会回来忘了。你说你这么大个满汉，就我们俩啊，人就请了你一个，你还不录，你太打脸了。不合嘛，不是。你不和你还叫我出来，你有哎？现在有没有满汉头条？有满汉头条的话，明天没有吧？满汉头条，劲爆新闻，关注过了。李逍遥和归宿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是我把你妈睡了还是怎么的？不共戴天之仇。是那天为什么我告诉你一个不共戴天之仇？那天在2183，算了，不说了。2183，你说吧，你妈还玩2183啊？你奶奶在玩2183，玩你奶奶个嫂子，你妈的！好好的，真是的，不是你，你们家里都是2183出来的？没有，那天我回来真是忘了，后来我想起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这个已经发出来了。什么时候想起来的？你骗人！不想录就不录。真的，他告诉我，20号之前发给他就可以了。我20号还在长沙呢。可是那个东西是24号晚上才出来的。但是他前面已经在做，已经在合成了，就已经进不去了。你要是有心，会单独来说一句的。你少他妈废话。哎，那天是不是这个凝霜找的我？我忘记了。真是的，切。是不是凝霜？是哈，抱歉哈，我真的忘记了。不合嘛，合的话都不会忘记。说的也是。嗯。要是合的话，你会单独跑来说一声的。
要是合的话，我觉得那天你生日那天把你摁床上，把你电眼都给你干翻了。我靠，你他妈真的好低俗啊！别跟我说。喜欢吗，宝贝？这个真的上头条了。喜欢吗？这是三角恋吗？你忘记了那天晚上？我把你妈妈上了，你把我上了。妈个二逼！我只记得那天晚上在2283跟你妈妈，什么都不记得。等一下，我去拿包烟。怎么了？嗯，不能叫宝贝啊？没有，我叫谁宝贝啊？我看有人在公屏说，你媳妇儿呢？叫宝贝这叫法。我们来唱会歌吧。唱什么唱？你媳妇儿呢？我哪个媳妇儿？你老婆呢？你哪？我哪个老婆？你随便借一个给我，过完情人节就还给你。随便挑，随便挑，你有多少个？77449。难怪你他妈整天。要不我把灰白借你吧，你俩找整一个龟白，白素，白素贞，哇塞！你还想娶灰白啊？下辈子吧。人多一文静的书生啊，你说你怎么又扯到书生了？我指的是他，那搞不完了，你这个你要再扯下去就搞不完了。我觉得什么搞不完了，你这么粗鲁，你一个屠夫还想娶一个书生，哎，可能吗？他妈是很久没有杀你了是不是 啊？什么？是不是很久没有杀你了？你，哎，你妈天天杀猪都杀的。对啊，我就很久没有杀你了。最近他妈的屠夫这个称号，很久没有听到了。屠夫，龟猪，龟猪。我为什么每次一见你都听见你在麦上这么恶心的吃东西啊？你谁吃东西了？特别恶心的那种，喜欢吗？我都想吐。你好粗鲁啊！你不就喜欢我粗鲁吗？还记得那天晚上，我拿着小皮鞭，左手小皮鞭，右手蜡烛。我靠，不是吧，真的假的？想我们当初四大屯主。哎，不行，我说到这个屯我必须要唱首歌。我操，我这妈这首歌好久没有唱了。原来我们在一块的时候，不是四大屯王，这首歌经常存。是豚王吗？啊、嗯！我的老家，嘿，就住在这个屯。我嘿，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，别看屯子不再大呀，腰上有水有巨人。零零三星听话母老少爷们跟话坤。好久没有唱这歌。你妈唱这歌真难听。喜欢吗？我想吐。我只要一嘲讽你，你说喜欢吗？哎呀，真是的。
你不觉得这样就很让人无语吗？我自己唱。啊，你唱吧。我的老家这个屯，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，又是屯子不杂家人，有生有衰有输赢，宁愿看千变万化，我需要万变万困。屯子里面发生过多许多的事，回想起那些不必的痛。心太阳我令你有些用心，有些用心我们都